来看提升中华学子的国际竞争力。中华县政府自去年公告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圣马可斯分校签署这个双边的合作计划，被网络了后，伫咧咱中华县立五间完全中学开设带种式的专英文线顶课程。顶个月哦，搁较有学生去美国进行为期三礼拜的海外学习。顶个月去美国的加州大学圣马可斯分校进行为期三礼拜海外学习了后，学生真大方分享因的学习成果，在全英语的环境之下，受益满满。就是说，他们是比较会用就是鼓励的方式来教你方，就是来教你学习。他不会就是，而且还会带我们出去直接实践这些活动，不会就是说，跟我们讲，他会可能会教我们就是。去就是去 Old Town， 然后还跟我们讲说这里的历史和介绍，然后他会直接带我们去实地走访那个地方这样子。其实课程非常的有趣，然后没有相当的一直说用考试怎么样去一直叫我们去练这样子。语言有没有比较大的收获？有，语言其实进步很多，因为在那个环境下你必须要用英文去说，那没有人会帮你，然后你只能就是这样子透过这样的活动，我的信心其实有提升了很多。皇后盖有处表示，去年六月甲圣马可斯分校签署 MOU 了后，双方的合作不断进行，除了开始网络课程，和县内五间县立高中学生来上课以外，休寒甲休热也拢有海外学习机会。我们做了从软硬体设备、从师资、从课程到教学，做了一个叫系统性的规划。那未来我们希望我们在地的这一个彰化在地的孩子可以来继续就读我们在地的学校，尤其是我们的五所完中，在就读五所完中之后，你不仅可以在国内参加学测继续升学，你也可以同时申请美国加州大学圣马可斯分校。告诉这次这学期开始将全面启动中华国际教育的新进度，未来将继续完善休热、休寒、应对课程，以及全英语网络课程，提供中华学生海外学习甲国外留学的稳定资源。中华新闻张世良，中华采访报道。